晒一下药，就是当过以前队友的银河宝蓝，我是觉得，就我非常想赢，然后也不可能，也不想输给他们，因为刚输给德赛，我就已经很不爽了。然后尽量我们拿好这些节奏去打败他们。对阵滔博的话来说的话，感觉对阵他们不需要准备什么呀，感觉我们赢他们挺困难的吧，看起来，但是不是赢不了，就感觉吃好喝好睡好，然后精神饱饱就能赢应该。对 Rookie 和杰克说的话，就好歹让赢一把吧，不能赶尽杀绝啊，我觉得。阿水加油。也加油了呀！水，我操！今天得看天神了，比心啊！今天肯定得看天神啊！我会靠上，能靠上吗？我会靠上，顶不上。干哪？来来来，瑞兹可以靠！我在靠，瑞兹可以靠！瑞兹可以靠！他死了！那要走！我不在，要走！我开心了！走！哎，还能打呀你们？来来来，瑞兹大被断了。Nice， 这变大了！我来！我给你一了，杰克。看，别急，看这边。能一波吗？死！我大快好了。我一还慢。我们大龙都没了，一波不了。你们把张高地可以继续推，我觉得可以继续推，没事没事，他们就三个人，我大马上好了。选哥，让 Mark 去卖。我去卖嘛也行。我可以卖的。我要开大，贴吧。开大了。看一下。有表。打点了。发大的，点，他捆过来，我直接闪挡，好吧 ？OK，No problem。看，能挡吗？挡不了，我能挡。看，踢了。慢点，感觉你得拉。哎，我死不了。完了，有，慢点。是，感觉可以看，来个鱼，看个鱼吧，那个鱼来了，来，慢点，大，正面我们看这么快 ，nice， 还行吧，不会骗你吧，直接把你挡了。看你第一时间跑得很快，我感觉不是很想挡。我在这里站一下哦，不可能在这个位置挡吧？他们要打龙，要不你去大龙吧？算了，小龙，你能不能要踢了算了？踢上，别踢吧，我们来踢正面打架了。来杀人！我继续推。慢点 ，AD 没闪，都在里面，你们别慢点打。可以杀，先 ，AD 挡住。慢点，先在前面。哎，干过，nice。Nice， 一波，能一波吗？打龙吧，你必得打龙，真的。OK，Nice， 兄弟们。对呀，刘惩戒想抢龙没抢到，大团大赢了就行了。还行，下一波 Q 进塔，我想 Q 闪他。来，孙静看一下，孙静是不是？好，给我加一。塔点掉，回来，可以吗？我回来。AD 死。死。看一下，追吧！点塔，一波了，画的就是一手蜡。因为每波想打架的那个感觉都不是很好。冲进去吧，你啊！这怎么冲？这位兄弟们，打死！Nice！看小握手环节。哎，其实这把对于优势来讲也没办法，就是还是选手能力上有点差距，真有点差距。中路这个点，然后还有就是我马上要快要举行婚礼了嘛，然后我希望可以你获得你跟九小玉跟 Lucky 的一个爱心，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可以吗？我们两个吗？就我们两个吗？
你可以，要不你站中间，然后我们伸手可以吗？Rookie 选手可以吗？好，谢谢你，祝你马上的婚礼幸福好吗？也领取一个你想要的礼物吧。好，谢谢小哥，谢谢，有请今天的第二位幸运粉丝。